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伟奇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，第27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，今天是16强战的另外3盘棋。那么昨天呢，中国棋手是发挥出色，有4位棋手呢率先进入了8强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做壁上观，可以说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黄以忠棋段。黄老师您好。好，肖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首先为大家讲解这盘呢是韩国棋手的内战啊，是朴廷桓九段对姜东润九段。这个两位棋手都大名鼎鼎的，我想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的啊。是的。朴廷桓呢目前在韩国等级分排名第二，仅次于申真谞。那么姜东润目前是排第九，也是等级分也是前10以内的强手吧，应该算是啊。行，那我们先来看棋吧。今天的棋可以看起来比较轻松，不像昨天看课棋跟这个大申申敏俊的棋，这个，如果说大家这个对课棋比较有期望值比较高的话，我想这个心电图做出来可能跟这个胜率曲线是这样子主要是上，开始可能会比较着的。急，反正。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棋。姜东润是吧？朴廷桓是黑棋才。对，今天是朴廷桓执黑，这个经过拆线。这次好像姜东润是外卡这个进入这个 LG 的本赛的。哦，是外卡是对，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拿过一次 LG 杯冠军。哦。好像是16年的时候他拿了一次 LG 冠军。哦，这确实是，一员老将了。其实姜东润跟金志熙是一样一大，样两大，个人都是89年的出生。是，哦，就觉得89年的老将还能征战在一线，其实挺不容易了。因为现在当打之年，除了像朴廷桓，也都是95后的一般。对，姜东润应该跟陈耀烨啊、陈耀烨也是周八瑞九阳的，啊，周瑞阳可能周小瑞一阳点，91的，跟陈耀烨是差不多大的。是的，是的，等一下啊，3-3，这非常常见，白棋挡了外面。他就选择了长，然后继续点三三。点三三啊，这个都现在都，都背过的都是套路。反正韩国棋手我看还是比较喜欢点三三的，相对来说。是吧？白棋跳了一个。因为他现在是这个增子有利。增子有利。增子有利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他这个黑棋就不能从里面断了。断打。就是说，这个增子不利的情况下，黑棋，挣不掉现在。对，黑棋这样下是亏的。对，是的。所以这个跳呢，跳之前你得先看一下增子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白棋增子不利，它是不能跳的啊。对。所以目前呢，是因为白棋增子有利，所以他选择了跳的下法。这个黑棋如果冲了不能断里面呢，就是黑棋，还有一种下法就是单压一个，单压一，这也是比较。单压呢也有两种下法，一种是尖，黑棋就飞一个。那这样的话，白棋可以脱先了吗？脱先了，一般来说脱先从这边低挂或者高挂或者比较多。是这样。还有一种就是长一个。他可能他就冲断。对，冲断。冲断完顶一个。可能是这个局面呢，这个黑棋呢比较担心白棋长这个，可能拐出来对，拐成这样，然后黑棋呢可能还是脱先，他可能不愿意走成这个领先的下法。打成这样的话，黑棋当然棋还早，但是好像好实在是说不上，而且这个配置也很一般，看起来。如果那边是黑棋的话，这个左上换成这样的话，可能。黑棋还可以，如果是这连个样，比如说这两个子换一下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他实在呢，这个也没选择冲，也没选择压，选择了他冲完的，选择了这个搬这个二路，这个下法倒也是有的，是的。那很显然，他的目的就是，如果你挡住的话，我就单断，对，是吧？那就不用断那一下了。
啊，虽然蒸不掉，但是好歹我能尝嘛。对，尝完以后，主要这个结白棋不能被黑棋先手接了，白太大，所以呢，多半会打嗯靶。嗯，那我就对，就算虎一个，就这个吧。这样啊，黑那棋就也这是样。稍好一点。是，这个结构感觉黑棋还不错。嗯，是的。但白棋不会那么听话了，当然。嗯，嗯，所以冲了班呢，白棋是脱先也的。是脱先，嗯，是的。是个地瓜，小飞挂。嗯，然后黑棋夹在这，这个等于是一个左右兼顾的一个点吧。他夹得比较远，离这个小飞挂的子，远了点稍微。所以呢，白棋觉得你既然离我这么远，那我就拆个二吧。在这儿。去尖顶，尖顶跳出。嗯，然后白棋从这边贴出来。这个棋呢，反正其实贴出来呢，白黑棋也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断打，也是有断打这个，的。对，那你就把它打断是吗？对，把它打断，然后打吃，踢掉，长一点。然后白棋拐，你可能还得在这边，因为你如果单拐的话呢，你这个棋形被我一扳，你可能这两个子还，跑不因为掉了我是有这吧？个子，你可能都不一定跑得掉了。现在不管走哪个好像都跑不掉，这个的话被一靠就被靠死，靠，被爬挡住就死了是吧？这个，对，我就压一个，这个被夹死了我就加一个，这已经跑不掉了。因为你看，你如果想往外靠的话，这我有一个这一挖把，的这个，你冲完了再靠也是一挖，反正，就跑不掉了现可能能跑，但你即便你可能有这种尖，在，但是你即便这样的话呢，我即你把这两个的吃了呢，也有可能是黑棋白棋大亏，你也许能这样，但我接住这黑棋变成铜墙铁壁了。你吃这两个子呢，就显得太小而且黑棋如果狠一点的话，也可以爬了再加。啊，还可以爬了再加，这更所以呢，这个其实不能单拐了。作为白棋来说，这两个子呢被扳死了，所以白棋在拐之前呢，可能得跳一下。先跳。那黑棋要挡过来吧？对对，然后呢，再拐。黑棋反正有两种下法。或者冲完再拐也可以，冲完了再拐。冲完再拐，拐呢，我再这样叫吃。那白棋打一对，下吗？就这样，打然后了就跳往外吧，跳出来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跳出来，因为你先不冲的话呢，你再冲它就有可能长这个。冲不着了，这下没吃着，还是有很大差别哈，确实。当然，你这时候你如果爬呢，你就不会再冲这个了。这个反正这两种下法呢也都有可能，这样它就双出来了。确实，这个图怎么样呢？这个图反正比较简明，如果冲掉再爬的话，应不过该这也个图是不是觉黑得棋也还行黑棋吧，还可以也可以冲着大棋子黑棋。刚才那个图，因为这边黑棋活得特别结实，我觉得对，它那边呢，反正你跳，我就跟着你跳出来，黑棋倒也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所以白棋选择这个图呢，可能有它不满的地方吧，我觉白棋呢，就说黑棋如果打的时候，白棋也可能虎这个，这就是面临一个选择了。就不要那两个子了，对，是把这两个弃了，黑棋肯定要打了，白棋接住，黑棋提，然后呢，白棋再从这边攻这个子。要吃这个阵营，是这样。反正呢，嫖丁环呢，实际上他没有选择打这个，其实打这个也可以，这样再想办法跑这个。他是不是有点会？我不知道他担心什么的，反正他实战他是没这么选，他选了个拆一，这个。对，他拆一实际上也是间接的防这个扳。这样你搬的话呢，被我断了，接上，长然后出来，再长出来，这现样的在就话比呢，较为难了，对你这个子始终是不能被黑对，棋接是住，先手接接一的。下，但是这样这两个子被扳死的话呢，明显是黑棋好下。是的，这两个子被吃了还是很大啊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猜一呢，他也是防这个扳。
拆一，那么白棋往外跳，这就是这时候呢，黑棋就要查这个，这不能再被白棋搬了。对，再搬的话，你断了长的，人家头已经跳出来了，那就不一样了然后白棋继续攻这块棋，比较坚实啊，他这个步伐，对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总是想步子迈的大一点，或者是什么，缓阵一个，就小跳了一个。是的。黄庭华那样，那特别小跳。这个棋反正就是双方互跑吧，黑棋也是获得了一些实力。这两边，也差不多吧，这个局面。对，还是战线比较漫长，看起来还早这个局面整体来说。然后白棋把这个飞下去。对，飞下来。飞下来，那黑棋他可能也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要点，正义。他如果说刚才正过来的话，正他会白棋黑棋大概也就是拐正，拐正出来，大概也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再出头也也可以吧，这样子。这个时候就这个选择比较困难，也不知道这个攻会不会有效果。有的时候这个攻两下可能未见得好，所以他可能觉得走两个。也许不如不走啊，先走个大的。是。然后黑棋跳。黑棋跳出来。白棋大跳，这个。差成这样，这个还是比较平缓嘛。比较平稳。看起来没有什么重大的战斗。现在黑棋拖的这个。对，拖一个，他就是。如果觉得点脚的话呢，担心白棋从这边打。对，是的，然后爬出来。我即便就长一个呢，然后就，假如说飞吧，对，因为你这边是有个头，所以呢，这样的配合呢，可能他觉得这个黑棋这样下的不太满意。就白棋的方向比较好。对对对，然后白棋这个飞棋是个要点。飞这个。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，它这个棋形啊，白棋其实还是有点弱点的，这地方有一靠。靠假如说挡住。那我一挖。挖粘。我就假如说虎吧。然后这个大概大致是尖一下。尖一下接上。然后再打出来。这还是能把它切断的。对对。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隐患的，作为白棋来说。是的。所以这个飞呢就间接的防这个打。有了这个飞以后，这就。我再从这边外面打，那就打这个就没问题了，就能连上。是的，是的，黑棋也不会这样下。那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刚才是不是还是应该震他一下？对，或者是这手棋飞一个也挺大的。这手棋不一定着急。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朴廷桓他不愿意这样的定型，所以他就是拖了一个。他不想被你打到这儿来，主要是。大家就是脑子里可能也应该有这么一手棋啊，有这种下吧，不就是不愿意，比如点脚的时候不愿意被人家从这边打的时候，是的，有这种拖的一个参考图。就一般来说，你点的时候，人家想都不想，肯定是打那边，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应该拖在他挡的那个地方。你拖的话呢，你看这个局面，你如果从这边搬，长一个，比如说你立一个吧，我飞吗？还是怎么下的？走这个啊，拆一个。现在因为就瞄着这个靠嘛，你如果补这个，那我再飞一个，这个棋形就很饱满了，黑棋。你如果想从这边走的话呢，那我很就从这边靠出来了。是的，这个靠是现在是一个很严厉的事情，因为人家已经这儿有个子等着你了，那你再被人家断开的话，这个战斗可能对你很不利了已经。所以呢，江宗任呢也是有点担心这边的保卫吧，所以他没有选择从里面搬，他是从外面搬的，长三三，接上，然后飞，飞一个。然后呢，他觉得小尖，对，尖了一个，尖一个呢，因为下一手他还有接嘛。是的。然后，朴廷桓也很稳健的就尖了一下。
打掉。是的。其实这时候他还是有可能啊，先靠一下，问一下试一你。下应手是对，你如果挡的话呢，吧？啊、我还是就像刚才那样挖出来。嗯。嗯。再吃，接上，补一个。实际上我多了这两个子，我已经活了差不多。嗯，然后我再打出来，还是很厉害，这个棋。依然很严厉，是吧？就说你如果靠的时候呢，你如果挖的话呢，那我打一下，你接住，我再把这边吃了。那就成对，先手了嘛，对，我就，在打之前这两下，相当于先便宜了，先没手。错，没错，我再回来，这样肯定比他实战要好一点。先靠一对，下啊，是一个好的次序，确实。在补棋之前，怎么也想办法给你留点隐患在那儿，也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但他实战呢，他可能没有注意，他就是还是这样稳健的，吃掉吃掉。好，白了。棋，白棋，当然你不走，我也不会补了。这外面这些强一手大棋很重要，这步棋。可以去冲一个长。对，这个飞反正也是这个搬完砖以后的一个后续定型的常见的下法吧。是的，没错。然后可以去冲断。断这个，对，冲断，白棋跳出来，去长，长，白棋挡住。挡下去。那么这块棋得补对，活这都是很正常。是的。这样子。好虎，反正看起来双方都很谨慎下的，都是这种步子比较小。是，他们今天是打算好好的拼一下官子吗？看起来。拼一下功力。是，我这两个棋手倒是相对来说都还是功力比较深厚是。看看，白棋就把这个先搬掉了，对，它也不保留了，这没，是因为它还有点延气的作用，搬掉以后，吧？跟气还有点关对，系，等于是说吧？长的话呢，黑棋只能团。对啊，它走别的它不活，走这个被拖进去了，那只能那团这这搬到以后呢，这气就要长一点，对将来可能会好，有点是好这处。样子。这儿，对，那既然是搬了，都尝到一下了，这个地方这有关系的情况下，那看来他没打算走这儿了。如果打算走这儿的话，可能他不会那么早搬掉。反正这棋黑棋能捞了四个角，应该四说是局面还是比较均衡的吧。白棋在这边有一块比较大的空。以前老说这个四角穿心啊，其实现在这棋即使四角穿了心，也它不一定。也得具体判断，具体情况具体判断，不一定你就控一定领先因为现在都是有天目的嘛，以了。前可能是天目比较少，或者是不天目的时候。是这个情况，确实还是不同啊。然后黑棋靠一个，他靠一下呢，就准备为将来这个逼过来做准备工作。那你既然这边不走，我就是要打算从这边要逼过来，搬上面。白棋连搬，明白。这个要把这块空先给护住，不管怎么样。接住，接上，而且长一点，那好歹把这边这个对，这边已经味道，完全的踏实了。是的，总算是，这靠断是不存在了，现在，搬一个接上，他这个棋呢，接上可能比较注重味道了，像长一个呢，就是目撑的比较对，满一点。我觉得长一个好像也可以。怕什么呀？冲了打了打了，打两下是吧？但气我感觉还是白棋长。他这个就觉得好像对，目得松一点。长一将来的长的话呢，他大概只有跳这一一通冲完以后呢，这里面目是个。可不吗？冲完搬入，将来这里面目是比较收气的。我觉得白棋这块棋，我的感觉是他怎么围了半天，围这么多，好像也没剩多少。当然，这棋局面不是说黑棋就好了。他接上了，对，
然后黑棋网站小飞。都是步子很对坚呀、啊，实呀，今天怎么了？但这这下个得这感么觉稳第一感好像想吗？迈得更大一点，逼过对来，呀、逼过来，啊，总感觉想步子迈得更大一点，你哪怕再 过来一是。步，嗯，因为你走这个正好给白棋留下了这个拆的好点，嗯，这好像不太肯啊，对，你这他样。还是想往前进两，逼得更紧一点是的。想，嗯，实在，今天怎么了？就嗯，这么稳健，嗯。看起来。走这个，嗯，然结果后，呢？白棋其实还嗯，不肯，还想，他还要尖冲一下啊，贴起来。这个棋其实白棋黑棋还是想往下面去那个什么，去破他眼破啊，他的眼，对，是啊。嗯，但走这个对，的话，你正常是长嘛，唱这个是吧？对，嗯，你这地方，你被我飞一个，你还是，挺难受对啊，这有冲啊，很难的，受这个棋，是。嗯。这冲一个，那这三个刺，吃惊已经对，但是你怎么不补呢？保也了。是很，我好像靠哪个都不太对对象，对，往这儿靠背一长怎么嗯办嗯，还是想往下面收白棋的呢？嗯，嗯，根，是的。然后它是往上贴的。嗯。其实这时候呢，白棋呢也可以往下这样挡，嗯，很简明的这样，就搬一个，对，你如果这样搬，我就长，嗯，嗯，压住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二路搬搬粘了，这个，嗯。这这个挺实也惠很的实下惠，这法个，哦，是的。嗯，也可以考虑这样下，为什么这两个人好像都漠视这个地方的空，我的感嗯，嗯，觉。可能还是，对，他们觉得这个下面不大，也可就尖冲一个，然后往能，上跳起来。甚至包括现在黑棋说不定也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潜水艇，对呀、啊，有什么大。这飞一个还是挺愉快的。我嗯，觉得白棋就硬起来好困难呢、啊，觉这个得。棋形好像这个大飞落在这个地方，白棋挺难受对呀、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，这怎么弄下去？刚才就是爬完了走这儿也挺难受，现在依然很难受，也不知道走哪瞄着你冲，但是呢，你比如说这种靠呢，我也很舒服，藏起这正来好被尝一下，你了，这怎么弄啊？挡上面被一冲，这个子还吊着呢，嗯，就很难很困难，就觉得棋，棋形也怪，你尖的话呢，我这一扳你总是有点不，什么地方不太对劲。反正看来他们都没有觉得这个下面很大。俩人都不想嗯走嗯，地方，觉得，然后压一个，确实是感觉不太像太好的棋。嗯。这棋是不是用时太长了？他们对两个人对，不适应了，有点儿。3个小时的棋，嗯。他们韩国联赛平时是不是那用一时？般的联赛比这啊，快多了，尤其他们喜欢晚上下，为了哦，方便对，转播，是的，好都像是说快棋，之前说1个小时，然嗯，嗯。后就读秒但是他们白天比赛呢，也会下一些慢棋，但了。哦，不会这是么这慢，样子，3个小时。是3个小时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太慢了，有点。然后慢了之后，这棋就容易。想多了就对，想多了就绷得没那么紧了，就一旦读秒了，这棋就绷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因为读秒它没那么多时间去想思前想后的，你就挑最狠的下就完了。嗯，然后压呢，一那白棋这个压白棋就比较舒服了，能个，这尖怎么到艰这儿，难？它不会再长一个再被你飞进去了，那有对，点，长一个这地方被飞一个或者飞一个还是很大，甚至跳一个你都很难受这个棋反正这个棋形白棋就形，不舒服，下得不太对，这感觉。尖一个还是挺好哦，这样好多了，的，我对，觉得。因为这个地方长了一气以后你这没用了，你这扳完打完它可以接住了。你比如断打，它可以接住了。对，它可以接上，对，这时候它这个长一气就有用了。没你虎的错，时候，我就可以接住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刚才如果说这下都没有的话，那可不行，就被对，尖死了，对，就。对，所以这个非常管用，嗯。那这个地方，我觉得白棋能尖到这，这心情就一下就，冲一个，对，等于它下面这有眼了，白棋也有目，对，你这比较笨重的呢，在这压在这呢，嗯，并没有看出特别。本来呢黑棋可能冲完了这个地方有一点，现在这对，点不成立了，发现人家那儿多了一气，这个是一件很郁闷的事儿。你断了它，只要收气就行了，也很简单。哦，那断了它有个单弯，
还是有是吧？我还以为是这个就行了，然后发现它的这个单弯也死了。对，这个点还是白棋可能还是不能挡还外是存在的是吧？但是那也，白棋也总是好，因为该白棋下将来这个棋形好像看着还是对，总比那个被大飞一下那个感觉好一些，就觉得。主要黑棋这个子的作用不是特别的明显，这个子，是的，是。啊，他长这个出头本来也要出，贴出来，棋很稳，都下得很稳，反正我觉得。对，跳出来的两个人都很稳健，逼稳嘛，这是。减冲，还行，先出来，好歹都不紧不慢的，反正跳，跳出来，有点瞄着这一块棋，对。现在刺了一下黑棋刺了一个，这个，刺一下有帮助吗？待会准备贴住做眼啊，就是对是这自个己意思。做眼有些帮助吧，是的。但实际上对这边的可能一些味道。都没有可能那会受一点影响吧，比如说你从这边靠，本来了。这个地方，你这地方总是，比如说一通，就从官子角度，我将来什就么冲掉是吧？一通冲以后，比如说我搬到这以后的话，这个地方总是有一点什么漏的这种的味道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漏完我这瓦粘完这有什么脱什么，是的，还总是有是关有点系。损的这个点啊，是是。点对这个。上面的这个棋总是有损的，我总觉得刚才还是，是不是长一个算了？啊，对，他实在没有长啊，他是点完，哦，他这里还要有所追求。他不是，他是为了自己眼位，他实际上这个长目数好多了，他实在是靠的，是单靠的，那对，这个靠目有点副，损吗？实战的下法反正是很损目的，他往里面藏。然后被人家挖断了。他就是为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先手这个自己的眼位，那好痛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一就下，损了好多这目。是，这一看好像是这一串这黑对，棋胜率掉了挺对，这多个 AI 可能也不太赞成他这个下法是黑棋的，的，损目损的太多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黑棋一直在担心这块棋的生对，死问题，其实从这嘛，儿开始，其实这棋不走，我觉得哪怕就长一个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太担心了，我哪怕脱先，对呀、我觉得我就算脱先，很怕他吗？这个棋我如果能搬过来，这个地方总是，我是觉得这个棋总是不会那个有生死的问题。比如你这压住，我这搬那住，我就再搬这个，这个能吃了，我就不信，你你能不把我管吃走了，我哪不个，相我觉得信。我觉得都不会死。随便走一个虎一个，这眼还瞪得不够圆对，我这吗？搬先手啊，你这怎么杀我不好杀。这不都是吃不掉这气，该不用太担心，但是呢，实战呢，它这个你如果目先损了的话，那白棋就选择就多了，没有太明白它这个棋，他倒是先手加强了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他抢了个先手，他走了这步棋，但是问题是这上面损失惨重啊！他走这个的时候，白感棋觉还目至少先差了补底四五下，目棋。是，然后再挖断。上面的目，我觉得差挺多的。一般总是不肯的，先损对，目，然后黑棋走了这个，他会为了抢先手，白棋走这儿，继续攻一下。哇，这个棋，我觉得这盘棋也标定花也太谨慎了。怎么？走出这个吗？我怎么也得想什么尖住？我真不觉得他这棋下的这样下就能赢了，对不对？这尖住他怕什么呀？他还怕人家杀他呀？应该也不太怕吧，人家敢走这个吗？断的话他打你了也得啥？靠这个打，这也够狠的。打了接住吧，应该是。打了接住是吧？但是，可能有点担心这样。但是，而且我不一定非得，我就那刺呢，我这个，好像也不太怕，我觉得。这要杀也太难了吧，这他也件不事。是杀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顶在里面了这个棋。刺好像黑白棋也不太好下。
四一个，这不很容易跑出去了对，吗？我这现还有在，冲断了，再切出来。你现在肯定要对，往这要个先断。把这个籽粘为什么它没有煎在外面？这个我上。也不太理解。它是顶在在哪？这儿。对，这个感觉太委屈了，这个下的。是，今天怎么了？这个脾气这么好，突然直下的。广东人就当先手便宜了。然后搬了壶，搭上去了。搬壶两下以后再尝。总之，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太从这个靠开始啊，这个还是太稳健了。而且这没些地错。方被先手走两个呢，白棋的木将来还拐过，这都对，太委屈了。这个棋，这活的好像有点难受哦，确实很不舒服。然后你再糊啊，搬，再糊过去。现在呢，江东润呢，就是反而越战越勇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先把这边自己先捞一走几个后了，然后这边我这还有个劫嘛。他不担心那块漆。对，你这个棋，你将来被变轻了呀，白棋这个劫，你这还有什么靠断什么的，所以这个棋呢，你想把白棋吃干净也很难。而且这个黑棋这块其实对也对，有点薄了，对看的，起来。所以这个局面呢，就是好像黑棋的控还有点不够，感觉上，这边因为木损太多损以后，了，确实。全盘木是不够的，现在必须你在这边得有很大的收获才行，这个棋，是攻的。这块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棋黑棋全盘又挺薄的，就白棋走了这几虎过来以后，就顿时感觉到。就感觉打起劫来，好像白棋也不怕，那这个打劫，这个劫是很眼见的一个地对，方。这人家虎如果能虎打着一下的话，先手虎打着，那这块活棋，没什么问题，而感且觉你是。吃起来会吃得很难受的，你这是边的。能吃掉，好，看到是吧？搬，来吃，接上。反正这个地方江东人这个思路还是挺清楚的，我是先的。这边先中间先。把自己走后，而且这地方还带着很多木匠呢，然后再处理这个，想办法这个地小方姐，再，再折腾一对，下。能活就活，活不了我也是那个什么，让你吃得很难受，吃得很小，是的。把它打那结，先打上去，要先让你忍过去。提，提。这里黑棋。你要杀的话，可能只能双这个吧。对，我是想着能不能并在这儿，就他如果说先手提掉的对啊，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杀得掉。但你看你这地方，我一煎你也不好杀我。这个团还行是对是呀，吗？你得吃了，那我那已这经一团活了，已经活了。局部你从外面是并不好杀这个地然方，后这个尖还先手，确实就不太容易杀。很麻烦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劫被我打回去呢，你又很那个什么。是啊，我这边什么靠断的打，这再打出来，反正什么，味道一大堆。对，看他实战嘛，也不会轻易的被白棋打回去。我觉得黑是的，棋，这个劫肯定得绷住所以这个棋，你看人家还是劫财，还是冲，这当初活的也太忍辱负重了一点，好像觉得。你看这个先手冲完以后，你这已经被我是断开了，这当初这这个活子已法经，实在是对，不受不了，已经被割开了，这个棋。太难，下得太难受了，黑棋。黑棋糊一下，接着，白棋提，他还真是忍回去了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反正。他贴这个，贴这个，来硬的。这地方终于要动手了，这再退肯定是不行，让白棋随便活对，出他来，肯定不是。能接受。作为黑棋来说，要无条件的要杀这块白棋。是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棋。现在实战已经，已经跟上啊，还下了没有下拐了。吃，所以拐吃，拐吃，接黑上。棋呢，它这个架势呢，就是想办法在周围啊，便宜他弃两子，下。有一种弃子的思路。感觉下得挺好的，白棋这个地方，小没有姐，办法，这都先。然后他再拐这个，对，
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意图对对就对，这儿有个胯，你得防然后这你这样，这一段，个，然后你不能这样跟我开对，节，你这这节只能太重打了这点个吧？方，这一打下去就然后这样就出奇抓，了，所以很简单的已经要出事儿了，你这糊也糊不着了，我接住，然后不行了。应该说就是黑棋导致这个被动的，就是从这靠开始，然后对，这样顶，你哪怕尖在这时候，也会好一些。他好像一直在担心这块棋的生死问题。他是不是对自己现在形势当时有点比较乐观？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或者说他觉得如果跑出来的话，两边也有可能会被分段，他没有信心把它分而制之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上这个？没有，他们还下啊，了一还步。下了啊。对，然后他。要这样，白棋拐，那黑棋提了个劫啊，吧，应提该劫是，啊，对，从外面刺，边攻黑棋边找劫，主要白棋这儿太厚了，黑棋往这边跑的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，那块棋的生死就要好好的担心一下。这时候黑棋他没应了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拼命了，这感觉。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被提。你如果局部，他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好棋下？比如说我补一个的话，靠一靠，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什么在尖？这个简直那要跑不掉了，这觉啊！得，这样的话我就贴住，这样能不能行？我甚至觉得我的长这个，你的是不是不好办？如果跳的话，你就打算把我冲断是吧？跳这个你是被我冲断，只你能还不行。跳这个。跳这个我是不是也可以冲断你？我当冲断的话，你就初出一看，急打过我是不是能够活？吗？打过是这样打是不是就吧？活了？就打。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提的可能需要判断，但是这样的能这活的活的还是话，挺愉快的，我觉得你。对，我这一弯在玩这，一个这就活的活两个了。眼活得特别清楚。这个图应该黑棋不行。他可能觉得这个局部已经走不动是了，啊，你又不能这样的话，你要虎这个间接的防那个靠的话，也不对，你这个气，我就双是先手，那你确定防住了吗？我这个走完了，你我加加，了有个断是吧？对，我加完，加完单断一个可以。但我即便这样，我双先手，对。我这一挤，这个弄一个不清不楚的劫你也受不了，好像。这个白棋还是很有力的，我觉得白棋很有力，而且你这个走完了啊，哎，尖什么的，这种怎么走？我觉得我把觉黑得棋黑棋都不太好，可能都都不进太杀不对，了。就是所以他没有办法，这时候他觉得，要拼一下，对，所以是他，得拼，跳出来了，就是拼这块棋的这个自估了，黑棋。然后，他提一下，他提了一个白棋，刚才是黑棋提的劫，然后现在白棋提回来，等于说，然后接下来黑棋靠这个，他始终要补这下靠断的嘛，对，因为这里有靠断。那这个地方该白棋下这块棋，我觉得这就块棋太堪忧了吧，冲完一点，我觉得你就那个啥，应该是活不了，我怎么连一只眼都没看见呢？去哪儿找眼睛？不行。冲完他可能得靠这种什么托什么之类的，或者就是现在他就看怎么能让白棋吃得小一点嘛。白棋呢也没有在这，白白棋棋先冲断，冲断，这你还得还没交代清楚，这边你到底是怎么吃我的呢？他应该就是想定下冲断，型嘛，黑棋能挡下来吗？可以挡吧。挡下来的话，它小尖是什么呀？尖我还挺，小尖气还还是挺紧麻的，烦的，这棋。要不我一下子不知道走什么。真只能团这个。团住那我就糊一对，个。这边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所以我打完以后，然打后完了糊就一个。啊不，打完了，然后你是单弯吗？还我是差不跳一多个？吧，
弯一个，反正打的是先手，你也不能顶。排一个，在里面局部是。那不是已经死哦？那还是有个打劫。嗯，我不能尝这个是吧？尝不是就对，就可能也不行，我觉得这一个紧气劫。嗯。也、yep。嗯，局部就不好，这个地方不好。就好像黑棋还挺难，看起来。打了一下。嗯。打了一下，白棋接上。嗯。他还是贴下来了。黑棋挡下来了。嗯。挡、应该就是你刚才说的尖硬。是啊，我尖一个，他是怎么下的？我也不知道他走哪儿，这棋。只能团嘛。是啊，最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被挤过，也是。被挤就气不够了。嗯，是。嗯。哦，他还没有。他挡了一个，他挡了一个，然后白棋还先走那边。他可能觉得这边冲一个。这边你先。他觉得那样下呢太损了，外面太损了，万一这里面劫打不过，他可能还不够保险。那边如果全吃了的话，那白棋应该这个木够了吧？对，他是这样，他断几下呢，你这边不好出头了。嗯。所以你尖被我断了，你如果这样全被我围住的话，这可能感觉上太大了这块。是，而且这个顶完了，这里面也不太干净，好像看。他实际上这几个就是先手封这个黑棋出头、防止黑棋出头。那就算这边全部都算成是白的了。这如果全算成白的了，我觉得这个黑的木不用数了这件事情。感觉上不行。这应该是黑棋是不可能够的。全是木，全是木。嗯，太大了，这全是虚木、而且，反正黑棋这时候肯定得在这边想办法，他肯定也会判断形势，肯定是点。这个里面得搅啊！哦，对，看看对得搅啊！这人家一般，我连一只后手眼终于看到一只。冲人家是不是可以渡过呀？他拖完，他肯定就不会在这边下棋啊。那一只后手眼都没有。他肯定从这边搬，或者是保留这种压先手。好吧，连一只后手眼也没找着。那如果说刚才黑棋挡的话，白棋是打算挤过吗？还是？我肯定不会挤过，就在这边盯住吧。盯住是吧？是这样。这边对啊，你是一个后手眼，你这边还欠着断。那好像死的也很对、很干净不，肯定活不了。我实在没看出有活路来，这活路在何处？但是他就利用这些有点先手，然后这边什么再搅一下是吧？对他现在形势肯定是不利了，朴廷桓。尖一个，小尖。嗯，白棋寸土不让。嗯，然后掉跳在这儿哦。下的虚一点我估计这棋可能不会进行收官了，这个棋就是这个地方就决定胜负了我感觉。活不出来的话这棋也不用数目了，我觉得这真的太大了，这实在是这样一个、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地方，人家空的恨不得围到这几路了、九路来。这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空啊。这走这个现在白棋断了一下。他也不搅这边的事儿了。不说这边的问题了，他断你也没有办法呀。你拐打也没有，你拐打我长呢，我这还是立就有棋啊。这个再一立，这扛不住立。对，没办法，这又打这又拐，怎么抵挡？所以他断他立了一个，他又不愿意让白棋这个先手。是的。然后白棋实战是小尖了这个。我实在看不出黑棋有什么路都可以活的，看不出来它有可以活路。就是这棋突然就不行了，就觉得确实是。应该也是说这个棋张宗润下得好吧？张宗润下得好，就下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这个棋。对，是的。小尖，然后看看。靠。靠，这属于这个有点脚的感觉，都很结实。是，人家全是厚的，你也有发现，他没有一个子是没连着的，他全是连着。你这断也断不进来，你冲我都渡过，你还是断不进来。人家全都是连着的，你这上哪儿脚去啊？这盘棋好像……我觉得是黑棋，好像也基本上已经凉了。白棋虎一个。
搬。吃料都是，对，乱倒，看不出有什么那个。那些肠，冲过来，白棋没有任何的漏洞，看，我这看不出你这个活棋，有一点活的可能性都没有找出来，实在是。白棋断了一个，断一个，这种就别看错就行了，这种棋，是的。这就眼花缭乱，就是我如果从外面，他是想干什么？我也没看出来他想干什么呀。这两个先手，这他是不是就是在这边？单挤一个，猴在外面。对。那这样是不是有点可能性？我的。这两个先手，虽然可能也多半也是，好像也觉得没有活路。也在什么靠？反正是。搅一下对，呗，搅一搅，就把那个局面看得，怎么看混乱一点，它就怎么下。不是我，哎，打也这个没有，用，我就说如果打的话也没，你就打这个，那就我就接粘住，上嘛。你打这个我就跑嘛。局部是没什么气，这还没连上呢，这底下有个眼也不管用反正江东人这时候他是把这个团住了，团住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？这。有什么可以挣扎的地方吗？没看出来他从这边接，啊。想煎一个。差了。这没办法，你只能打。我怎么从这边打过来？你他怎就么是挖打的呀。这就是，就黑棋是就是鱼死网破了，就是招也没玉有碎了，了就。反正尝一个。那还是有个杀气啊，他这个局部，从这打下来。对。等于这一块跟这中间可能还是有个杀气，哦，是这样子，那好歹还折腾出点什么内容来了，本来是觉得一点活路都没有的，能折腾出点可什能么那来已经不个容易了。白棋应该也看清楚了，这下面至少有五口气，白棋。他现在就他如果说冲下去是，冲下去还有点看不清，冲要小心，还得回头把这个得先打掉。冲着打是吧？打是这个，我也不觉得黑棋能行，这是尝一个，尝一个，他把这个接上，这样接这个，他把这个吃了，这样能行吗？他就在这边延气，我是不是觉得他可能不需要从这边上面这种什么拐住，他直接我觉得，直接收气是吧？这样看得清楚一点。对，我觉得直接收气可能黑棋气不一定够。黑棋如果说现在，比如说走这个能延期吗？知道他也，他这个打一下，这气堪忧，我就被好断像一也下，对，也没什被么断一气，下气太堪忧了。我还只能把这个先卖了，我已经对，很痛了。五口气下面，我就打完一局，那可能也，这个只能是这个图这样子，然后一小尖。他就把这个打了，就看特别清楚，这挺简单，好像也对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。对，再一击，起这个是吧？接上一二三四五五口气，看得特别清楚。快一气，你这一边，二三四五五口气，正好快你一气，快的也不多。当然，如果实在不够的话，他可以考虑冲下来的。对，在这边白气不够，他也想办法延气。是，没错。反正这种戏对他们这个顶尖没高什手么就不难是什么度，难事，这肯定没有难度。这时候想那个出错就基本上没有可能性。他是下成这样，这个时候下成这样，然后白棋是贴在这儿，这个计算没有难度，肯定是很容易看清楚，就下到这儿，这是最后一手棋，就168手，这个黑棋中盘认负了。我的感觉是，今天好像朴廷桓斗志不是很旺盛。对，也没有发挥出来，他的没发挥对，好。是。其实开始的时候比较平稳，局势都差不多，是。就是从这个，我觉得就从这靠以后就开始有点乱了。对。靠完以后呢，然后这个飞的时候呢，这个顶呢又太下得太委屈了。他可能下完以后啊，发现自己控不太够了，然后呢？
江东润呢，也之前下得很简明，他这虎完以后，其实虎完以后留下了这个味道，然后他从外面虎啊，先捞一下，然后这边再重新处理，逼迫呢这个黑棋呢要来这个无条件的杀这块白棋，然后他最终的结果呢是黑棋好像，就是我们当时看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这个局面，打完这一点。点这个是吧？拐到这时的时候，这个棋呢，黑棋呢没法无条件的把这块杀掉了，发现是的，是的，这里面味道其实很多。对，其实你即便吃掉的话呢，它弃了尖了，这先手这块棋，太堪忧也了，是危险，极度危险。他这儿有个子，但是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是这样。这个棋如果全被白棋先手的话，那我再怎么点啊，或者就让他实战从外面这样尖的是话，的，应该说后来的这个江东润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。对，后来这个白棋刺这个的时候，当然是不理，那他就对，这是就已是经不硬，是，肯定是不行了。对，你让他再加一个，这怎么都死了，这就觉得而这且里这是面，提，这样，哎，是这样，不是，这有个子黑棋，对，这儿有个对，鸡，本来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这个要拼的话，黑棋那块棋怎么也不能放弃，无论如何也得先把那块活出来。当然这边已经被冲断，已经很碎了，看起来，确实是，反正呢，这盘棋反而是辽宁89年的江东润战胜了这个朴廷桓。对对，反正对我们来说呢，中国队来说呢，还是一个好事。毕竟朴廷桓的，就是以往的战绩或者现在的排名都还是更高一些啊。对，他的武力值更强，对对对，当然呢，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江东润，他毕竟在这个赛制上还是拿过冠军的。他的慢棋说明还是很有功力的，这个棋从这盘棋也看出来了。他的棋呢还是比较的前面反总的来说比较平稳，但是是呢后半盘呢，你也不要想让他那个出明显的失误，他还也的。这个失就误这个东对，西呢，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比如说，你对申敏俊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今天会不会打勺，有可能他今天不打勺，明天打勺也不一定这件事儿。所以你总是要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这才是上策哈。不能老是寄这个，寄希望于对手打勺的问题，这也是不太靠谱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黑棋这一带就下得太松缓了一点。对呀，从头到尾开始比较谨慎，包括这些棋，它明显是可以下得更紧一点的。还有像这种压一个呀，这手棋，就这种棋形的时候，他去压了一下，这都不能理解。对，是的。然后你，这个上面对这呀，个状况也你是，既然这个地方有这样定型的手段，这个棋形其实很厚了，黑棋。那你还干嘛还要往对，这儿走你总是从下面走些木或者收白棋根的底是线。啊，这个压完，我觉得这个被白棋尖到这白棋的调子就越来越好。没错，是这个意思，那这个这个 LG 杯今年是不是按照以前的惯例，就是说它是进入八强之后重新抽签，他们是已经抽好的，就是按照那个没抽有没好有的。没有没有，他进入八强，他又开始重新抽签了。进入八强是重他就是在二十四进16进8的时候是已经之前就定位了，是这样子。之后呢，他还是八强呢，他还是要重八新抽强是签，重新抽的，就是本国呢还是回避，就是同国棋手不相碰，是这就样这子，个原则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三盘棋下完之后呢，最后16进8最后三盘之后应该有个抽签，抽是签。这样。那么就是今天是16强战的最后三盘棋，对，那么将决出八强的三个席位，另外三个席位。对，昨天呢，我们已经决出了我们五个中国棋手进了四个，对，是吧？加上申真谞，韩加国上申真谞，这是最大的一个拦路虎，毫无疑问。我们中国棋手出现的四位棋手分别是柯洁、杨鼎新、丁浩，还有个谁呀？还有一个是芈昱婷芈昱吗？婷，芈昱应婷该还是是吧？中国这次呢，对，还是最比较强的等基本级上，分在前七名嘛，都是在这几个。对，是的，没错，那么，这盘棋呢，这只就能是江是，东润已经出现了，是江东润是进入了八强，还有两个席位呢，是在卞相一跟金明勋，
有一盘，还有之后还有一盘，就是我们之后马上对，要给要大家讲解讲解的啊。是王元军对，对，枝野虎丸，枝野虎丸，对，好像那个我看我们讲之前那个卞相一跟金明训啊，好像已经这个棋也是结束了。已经结束，那是卞相一赢没有了，没有，金明训赢了。是吧？金明训呢，都是两韩国他内战都是他们排名 排名低后的面的那个人赢赢了。了，金这明训有点是意外，确实。他们这次呢，卞相一本来是本积分排名第三嘛，朴是，廷我桓之第前二，看了一下，在这个16强里面都输给自己而且比较意外。那看来就是最强的申真须还活着，对对，还活着。当然他们说明。也是差距不是特别大的，就说明他们这个那本没积错，分当前十然的，能赢的像江东润、金明训，他都不弱，毫无疑问。今天这期江东润赢得也挺脆的，但是主要还是朴廷桓自己不在状态，我觉得，不能说是江东润是下得有多好，确实是朴廷桓下得有点松缓，就感觉斗志不是很强，可能这也不是决赛，他的对手也不是申真谞，也不是我们中国的，所以他相对来说斗志会弱一些他总是会有些起伏，我看他对，最近的在国内的比赛也不是说，真的特别甚稳至江定。东润，我看成绩比确实还有些他们的循环圈里面成绩都比他好，是吗？对，就是确胜率实，比他高，总会有些起伏的所状以这态。盘棋他输给江东润也不是说那个什么，还是有一定的状态关系，确实，这个人起起落落的总有，不能指望他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，那我们就没法跟他下了。行，那我们这盘棋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吧。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精彩的16强战的对局，就是由王元军对枝野虎丸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天元围棋会。